艾瑟利341C 的方密度仪的对比测试。这里是一张艾瑟利的标准菲林胶片，上面有五个不同的 OD 值。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 3.74。LS117 上面显示的数据是 3.73。艾瑟利上面显示的数据是 3.75， 我们再测一下 2.98。 LS117 显示的数据是 2.96。 艾瑟利上面显示的数据是 2.94， 相差 0.04。我们再测一下 1.44， LS117 显示的数据是 1.44， 跟标准片的数据是完全吻合的。艾瑟利显示的数据是 1.43， 我们再测一下 0.24。LS117 上面显示的数据是 0.23。 SLD 显示的数据是 0.21， 我们再测一下 0.07。 LS117 显示的数据是 0.05。艾瑟利显示的数据也是0.05。经过以上测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LS117 和美国艾瑟利341C 光密度仪的测量数据是一致的。